为什么饭店做的蚝油生菜放很长时间还是那么绿？这几步你一定要知道。碗中加一勺小苏打搅匀，扒开小苏打，能很好的去除蔬菜上残留物，浸泡十分钟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闭着眼睛看看，里面确实有点脏。要想生菜费力不发黄，锅中加盐和油是关键，烫三十秒就可以捞出。白肉盘中，油热，蒜末小米辣炒香，加一勺长江水，一勺蚝油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老抽，一勅白糖提鲜，大火烧开，淋入一些水淀粉搅拌均匀，再把它淋在生菜上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生菜清脆爽口，比大鱼大肉还好吃。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